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头盘是薯蓉啊，咁首先就将啲薯仔切粒，跟住就攞滚水煲15至20分钟啦，攞出嚟压成蓉，之后再加狗仔嘅羊奶奶，咁就变成薯蓉啦。哇！煎一塊羊肝放喺薯蓉上面，而家整嘅系脆肉瓜盅，咁就将啲脆肉瓜肉挖晒出嚟啦。然之后记得要批晒皮，最好系挖完之后先批皮，咁就冇咁易烂噶啦。之后就将啲脆肉瓜碎留低啦，然后混合萝卜碎、鸡蛋同埋鸡肉。脆肉瓜都是蒸15分钟。今次的蛋糕馅呢是鸡肉加南瓜，南瓜呢预先我已经蒸熟了啦，咁捞匀咗之后再摆喺碗度落去蒸。南瓜、鸡肉同埋豆腐一起蒸15分钟。将蒸好的豆腐呢跟住当 cream 咁搽喺头先蒸好嘅南瓜肉上面，八八煎牛扒，狗仔快带零准备好啦。第一味系鹅肝配薯蓉，第二味系脆肉瓜盅，主菜咧就系牛扒拌西兰花车厘茄。最后当然不少都是甜啲的生日蛋糕啦。想请问客人，想不想开一支82年的羊奶啊？想不想开一支82年的羊奶啊？哎，等等。82年的羊奶。哇！喂，等等啊，等等啊。好正经啊，哥哥。等等，哥哥。我咪话开始啊。佢整死曬，哇！正正啊，牛扒係咪啊？落翻地下食啦。好味啊，蹄子生日快乐，蹄子身体健康啊，蹄子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哇，蹄子好奶奶啊，生日快乐。这个是鸡肉南瓜底，再加豆腐 cream， 好香的甜滋滋啊！好似十平糕咁样嘅，好似蛋糕啊！九十 ，OK。